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鳌峰路这边。那这一条呢，我们也超久久也会来这条巡一下，因为这边的娃娃机也是连续有好几间，所以巡起来也蛮方便的，也有很多商品可以做选择。连续三场，台子也非常的多，所以选择性也非常之多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一条再小玩一下吧。来喂，哎，这个啥？哇，这个重，但他如果来洞口的话，一个螃蟹有可能直接秒杀。后螃，那个太轻。对啊，这个保龄球重七，把后面那个弄下来。这个。对啊。再吃一次。我腿二手起来放，这样，这样有比较好，应该有好一点点了、啊，哼，来，中，还要再少，哎，再少一点，来回来了，然后它后面还有两盒公仔，粘在一起哦，哎，好像没有粘在一起，再少一点，这样，还是太多吗？这个无限香味，好，要包到底，回来，无限香味，来呀、啊，中，中，有的呢，这个出的也太奇怪了，来，金正，看能不能把那两个金正拖出来，但那两个金正出来。难度我就不知道了，中一个，来这个中，如果那个我们刚刚那一个很轻的那个下去当一楼，哇，那这一台应该完美。有滑梯，原本让他当一楼，就他没有当一楼，反而助攻了。来换拖这一个，中，有了。过来，哎，一样的模式。可是刚刚是上去推滑下来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还是我先把这个拖过来，先把这个 BBQ 一个那个好像是烤肉的那个架子，因为把那个洞补齐的话，会不会更好？是拖得过吗？哎，可以，有呢，有洞。来，再一次，我们把这个拖过去。再一坨，甩得进去吗？推！啊，你的斜坡不见了。对啊。他现在这个角度，我反而因为他这台摆的是真的很满，东西应该要试着都要出来。拖，永远的斜坡，过来，中，哎哎，色彩前面，哎呦，那这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甩这个角度好了，来呀、啊，哎，差一点点，因为它爪距也没有很开，可以微吸，是吗？嗯，它爪距没有很开啊，一点点而已。如果刚好吃到，让你吃到三角处的话，换一个后旁，那这个角度好像都是后旁，后旁起来丢这里也好。后旁，后旁有了。哎呦，我不是找到他了。对啊，可惜啊。后旁，还是不要捏宝全包。一二歪，打了一下，嘿，滑，中，来上去上去，哎来了，它可以踢吗？应该是可以啊，它下爪是慢的，啊，哇哇，我嘛哇，
我这一盒要跟它拼脱会比较难。盒放不好。嗯。送起来。整个跑掉了。来吧。过来。放。好。这高度。太高了。嗯，高了点。哎哎哎，加着力。哇。啊，来掰开。这个要把它带走啊。哎。哇，我们卡住啦。哎，中了中了中了。哎，中了中了中了。给我出这个。我们努力了那么辛苦，就出这一个，无奈是还好，至少能出都是好事啊，是还好。后旁，哇！刚刚我就一直很想要吃螃蟹，看它能不能直接飞过。这一个，走开。这一个。走开！都出一些不相干的东西。那这个，这锅子是真的重。哎，太重了，有点尴尬的重量。螃蟹。对啊，刚好螃蟹呢。后旁。它要下去了，这一个东西下去，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应该不行了。后旁起来，来了，没想到我们金正没有，巨无霸没有，都出一些公仔啊什么的。出公仔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出那个啦，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你的金正秘还在那？那你就知道我的内心多想要金正了吧？他没出来，但是我的内心还挂念着他。中，起来弹，好，你这回不去了。还是把盖或者拉出来。能拉到当然最好，但是只是这个距离。会卡住。其实可以试试看，其实他这台的弹性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没有到很难打，是因为那个公仔它盒框非常的不好，很软，所以它刚我们也有捏到那个很薄。但它脱钩几率会很小，但是如果是漂移货车的话，超好打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先把它弄掉，可以试着脱看看呐、啊。来中了，来中了，嚯、哦，还想回去？那个锅子真的中了。那我要脱到漂移货车的话。那代表这边的东西都要先出吧。嗯，不然，但是巨无霸我觉得应该难度很高，因为巨无霸的情况跟那个公仔一模一样，他那个巨无霸也是有点微微的软，这样子。那它比较大盒应该可以吧？比较大盒，嗯，拖应该很难，但是你说下放啊补位的话有机会。而且它的那个漂移货车已经露出头了，会被你的巨无霸挡住吗？对啊，还是说我可以直接插到漂移货车？太可能吧。而且那一盒漂移货车，不知道它的漂移货车，我光看就觉得好打，因为这个弹性，应该漂移货车是 hold 不住的。这个巨无霸、啊、现在我们都是被一些防御防到。这个巨无霸走开啊，插它，我插，哎哎，不会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至少出一台也开心吧。虽然他的漂移货车全部拖出来，
应该可以全打，来放，出来了哈。哎、欸，哦，一坨里面的。对啊，试试看。哎呦，又不会了，你又不会了，来了。这个漂移货车过来，刚好是无限强尾。过来，掉来这里。对啊，哇塞。绿宝。真的是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推它一下好了，推二手，它下面那个快平掉了，平掉的话它那边又有一个洞了，二手来，捏吉之宝让它飞去正门，吉之宝飞，你看秒杀，这个漂移货车有机会，但是你要扶啊，我很怕它在一楼的那个就很尴尬。就不知道，因为刚刚锅子哦，那个锅子如果躺掉的话是不行。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脱钩哎，很尴尬。它最下面那一段很一掰一掰，有吗？最下面那一段一掰一掰，它应该要站起来。嗯，站起来可以秒杀。哦，来了，这是我的机会，来脱。你看秒杀吧，那边还有一番赏，还有漂移货车呢。这巨无霸挡住了，还是它可以逆上去啊？还是说我们标准和这一盒下去，下去那个洞？哎，可以。哎，下去这样子不错。它下去的话，它那边会有一个东西垫在那里。就算它没过来，我们再拖巨无霸，这样子，这样子骑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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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是。如果能够直接越过巨无霸当然是最好，但是就试试看。捏吧。嗯。中。拖。上来。再一次。嗯。被那个巨无霸顶回去了。再一次。中。来。直接巨无霸。那它会下去，你都抓不到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下去我们再把它拖过来就好了。我们先拖巨无霸，你看下去，巨无霸弹过来，你看他只要在那边，我们先攻巨无霸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一番赏拖下来，一样一样来。中中中！哎、欸，这角度我可以甩进去吗？可以吗？试试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这个好像晃得进去，你把它晃到侧边，因为它那已经没有贴墙了，这样子，没贴墙出来了，呀呼，来了，它打的感觉可能会跟漂移货车差不多，一样都不难打，但是重点是卡在这个巨无霸，这个巨无霸是我们的超级障碍物。来、啊，这巨无霸，反而巨无霸全包比较好，你跟他捏宝没意义。全包，弹一下，还是说巨无霸我可以这样子掉进去？嘿，这样子来进去。哎呦，全包，后盘。对啊，哇！我会被这个巨无霸给弄到哦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带走。来，这甩这个角度过去，进去。哎呀，可以先拖吗？可以，是可以的，可以先拖来，来拖掉。哎，哎，再薄一点。拖，哎呀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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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了，我看能不能把这巨无霸给丢进去，站起来，进，来了，直上下就好，机台本身内丢，机台不会往外丢，直上下就好，来，我进去，哎、欸，平地嘞，再一次再一次，
鸡台本身就是它原设定就是内丢，吃到丢，什么？来了，来了，出。差一点。差起拜拜。我拖，哎呦，那我漂移货车是要先拖。拖得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子下去。就巴士还要进去、啊？我觉得不用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来来来，我拖得到。这样子下去拖到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龙来了。那你这个要不要逆过去、啊？你说把那个洞补齐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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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起来拖。啊切！拖啊切！安、啊、呢、啊？还在还在。来来来来，无限枪位，来来来来来。重多一点，拖。哎、欸，我多一点点，我驼，啊你不驼，还是要保。嗯，至少他现在真的是不是跑不走了？我走，漂移货车有需要把它给它下来吗？可以啊。中了，骑驼。中了，骑驼。一翻赏，舒服，重，再飞奔，哎，欸、你看吧，二手，拖，哎、欸，拖到那个啦，对呀、啊，哇塞，那你也少一点，不能大意，刚刚那一下你很少了，我想说他应该会拖掉，就反攻。因为我是看上这个点，它是有一个斜坡，所以这个我一直不想碰。来，鸡翅膀。哎呦，还是可以拖个 BBQ 了。是可以啦。擦。但是那个 BBQ 的大小是真的。很刚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重点都打完再说。好吧。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出掉之后，我们后面要怎么弄都 OK 了。重。哇，这一个它是有少了那个。膜。嘿，少了那个，那个怎么讲？它这一个是整个是很完整的，所以我们刚刚都不会吃到那个。刚刚那个就是吃到反勾回去。这个难易度会比较高一些些。但是高一些些我相信应该还是出不是问题。来来用不到了吧。可是这样是不是反了一个洞？好，这样来了，我要拼了、哦。刚好刚好被我勾到，像这个就是大好大坏啦，因为我们刚他这样子刚好被我们勾到，不知道是勾到这边还是勾到这边，反正是用勾的出货。嗯，像刚刚第一台那个是随便打随便拖，因为这个它有那个坑洞，因为它那个膜不见了，它那个盖板不见了，但是 OK。至少我们也顺利出货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们就把剩下的攻一攻吧。来了，哎呀，然后这个 BBQ， 还是这一个过，它整个出来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宽度跟爪子的宽度其实就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难度会比较高一些啦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见得一定要靠那一个。我们先把这个带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越来越大洞？不是，我是要补位，我要补这个，我要把这个打出来，这个打出来就好。好，这样，哎、欸，中，长了一点，长了一点，但是它应该可以拼脱啦，有了。OK，
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最后这个打出来就好。喂喂，有了。OK， Happy Ending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打了这个，这个好像是遥控船的样子。今天打了非常多的东西，我们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场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我觉得是蛮屌的，因为其实一开始呢，我们是被那个金阵所迷住，但是那一盒金阵难易度会比较高一些些，因为它的盒框比较软，它脱钩的几率比较小。因为我们有尝试过捏很薄在边缘处，但是它也没脱。但是它那个时候有上去一次，也很可惜。原本上去想说摸一下、吸一下也出得了，只可惜啊，它就丢回去了。但是丢回去之后，反而是我们进攻的开始。你看，我们就把那个漂移货车啊，全部打出来，还把一帆厂最角落也都全打出来。哪有？我一开始就叫你试水，要放弃金阵哦。对啊，我放弃了。我放弃之后，我打票回去才放弃，不然你一直在那里打。没办法，总是要到不可能的时候才会选择放弃，不然你大家都还有可能性，你一定会想说再十块，有可能会出啊，再十块，再十块。但是还好，我们丢回去之后，你看我们就后面就一路顺畅的啊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夹这样子吧。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那个锅子，黑人布。哦，它是滑出来的哦。对啊。好，那就决定了，那就抽它吧。因为我们这整体之中没有一个是打特别多的，然后这个骗人布不一样，它的那个运气非常好。那个时候我们刚好这个吧，好像是因为助攻到它有一个斜坡，它自己滑下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运气送给大家吧。好，那这一盒骗人布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